电视剧《狼烟突击》是由任嘉伦、陈小鱼领衔主演的都市消防救援剧。该剧讲述了市井青年李希成带着救火英雄光环加入消防中队，在与一众伙伴共同历经生死考验后，最终结下深厚情谊，志在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将消防事业进行到底的故事。该剧于2022年4月16日播出。